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好。我们常常听到呢，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个话应该大部分的人都听过。那听过、听到跟悟道是不一样的跟做到、跟得到那层次都不一样。能悟到不一定能做到，能做到不一定就能够契入境界好，今天能做到不代表明天能做到，那要完全随时随地都做到，那就契入境界了。但是我们决定啊，不能停留在知道而已，一定要感受到，哇，这一句话跟我关系大了，不进则退啊，那这句话讲给我听的了，我到底每天是在进还是退啊？我每个月在进还是退啊？我每一年是在进还是退？为什么佛陀僧团里面每一年尤其到岁末了，那铁定有自我反省了以至于让大家给提意见的不然都没有沉淀下来反思都没有这个旁观者清来提醒，那我们可能都稀里糊涂啊，到底是有没有提升呢？还是蹉跎了很多岁月，甚至于越修越分别，越修越执着，那就把自己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机缘给断送掉了。所以人生最大的悲哀啊，不是人家骂我们，不是人家欺负我们，但是帮我们消业障。最大的悲哀就是自己把自己的慧命给毁掉了，这才是最大的悲哀。别人都不会造成我们人生的悲哀，甚至是帮我们消业障，都是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真的能误了我们、障碍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习气，是我们自己的分别执着就像我们依然自欺的话，那这个岁月就这样蹉跎过去了所以了凡四训才说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恶智耽搁一生，就他不承认自己的问题了，因循苟且了，再好的善根福德通通啊都浪费掉了所以为什么儒家佛家都特别强调打破自欺勿自欺不欺骗自己才能去面对真实的状况自己真实的功夫这个修行是决定是不能好面子，不能打肿脸充胖子那我们冷静想一想不进则退我的脾气有没有少一点？我的贪心有没有淡一点？我的傲慢有没有调伏一点？我的心量有没有扩宽一点？这都得问自己，都得勘验的就像老法师说的，能不能往生，我们不能问别人，要问自己我每一天的念头是分别执着多，还是佛号比较多是自私自利多，还是为人想多我们自己检查了，那不用问别人了，能不能往生
自己应该是会越来越清楚。所以每一句法语啊都很深很广，我们不能听经听多了听疲了啊，听我们说听得很这个变得很油了，佛油子了，都是耍聪明了，找借口了啊，人家要提醒他也讲不过他呢，哦，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在听这些法语啊，那个都是护我们的慧命啊，所以法是佛的母亲呢，一切佛就是因为听了这些法，真正放心上去下功夫，好，他就成就了。我们对于佛经，对于师父讲的法语，都要恭敬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不能因为容易得到了，就把它等闲看待不重视了。应该都要如平得宝，改往修来，才能得到真实利益，而且要照着做，喜心意行，自然感降，所愿则得。真的依教奉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就像我们很熟悉的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那这一句我们每个人随口就能念出这一句话来，但这一句话我们悟到了吗？悟到它跟我们修道有多重要的关系吗？那进而怎么消旧业呢？我们消了吗？业真的能消，那身心会越来越清安呢。啊，假如我们身心越来越不安，或者处理事情烦恼越来越多，那也没有消啊。好，那不再造新殃，哎，那我们真的不造新殃了吗？不造新殃，那就是积功累德哦。不能积功累德，那只有造新殃、造业的份哦。所以我们能随缘消旧业，那铁定是深信因果啊。不再埋怨任何人、任何事了。为什么？因为预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啊，我们就能随缘顺受啊。啊，过去生的恶业爆掉了，啊，无债可以一身轻啊，不管是钱债，还是情债，还是命债，你身体很不舒服，过去生杀业有关了，也是还债呀。早点还了，临终就没障碍了。那不就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都是来帮我消业障，都是来成就我的。哎，那真的可以随缘消旧业。面对境界，我们自私自利、名闻利养、无欲六尘、贪嗔痴慢扶不住，那又是轮回星造轮回业，又造新殃了。那我们很想去极乐世界，可是念头都是轮回星，那不就跟目标背道而驰了？所以海贤老和尚说，成佛是大事啊，
其他的啥都是假的。那这句话我们真的听进去了吗？那我们用心一定又都跟往生西方有关呢、啊？我们绝不再动轮回的心呢、啊？我们真的能体会到其他的都不重要了，只有成佛是大事啊，其他的都是过眼云烟，缘聚缘散都是虚妄的，都没有什么好留恋的，都不要放在心上。一放在心上，遇到境界就借体发挥了，我们又造口业了。哦，所以你看师父讲的法语啊，海贤大法师这些法语都是救我们的慧命啊，把我们从轮回救出来，这些话都不容易听到，可是我们得珍惜啊，然后去领悟，然后把它用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好，我们真正跟人相处了啊，决定了不再自私自利了，啊，不以自我为中心，能替人家设想，啊，不跟人家计较，啊，就像啊，跟人一起相处，共学共住，啊，可能别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呢，啊，甚至于是念佛的声音啊。哎，你听了都不是很舒服。我们为什么不舒服？我的感受嘛。那这不是自私自利吗？那就在镜上练呢。啊，听了不舒服，我能包容。啊，我不跟他计较。那这个包容，就心量一扩宽，啊，自私自利就慢慢慢慢放下了。不然我们的念头里面还是有太多自私自利啊，那还是造心殃啊。哦，啊，包含，哎，他很固执，我们不跟他顶，也不跟他对立，恒顺众生嘛。嗯，我们不能恒顺呢，还是自我为中心啊。所以老法师说，感情的污染最严重的是自私自利。我们面对境界会生烦恼，都离不开自私自利，因为有那个我啊，看得太重了，所以就会有我见呢，我贪呢，贪不到我爱呀，不顺我的意思，我就脾气就上来了，啊，就我嗔就来了。还有我慢呢，傲慢呢，时时都在跟人家争对错、争高下，都是我慢呢。哦，而且《无量寿经》上特别强调身口意，还把口业摆在前面，善护口业，不及他过。这个口业最影响清净心，一定要下大功夫啊，我们来对治。心不清净要往生西方啊，比较困难啊，因为经上讲心净佛土净啊，这个频道才能接上。哦，那口业很容易造，那我们得期许自己啊，心用对了，讲的话应该不会偏差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开口一定是不跟人对立，不去论对错，不用爱憎的心去讲话，是为每一个人着想去讲话，那这样的话就不会造口业了。然后对每一个人很恭敬平等，就不会讲出傲慢的话来，也不会讲出很主观的话来，
要客观，不然这都是口业。为什么？你主观的就把人家误导了，甚至把很多的人都牵进这个是非里面来了。啊，要客观，不能主观。啊，《群书治要》里面讲：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啊，他跟我关系好了，一讲什么我都相信，其实这个都是不理智的，都是感情用事啊。一感情用事，我们就被拉进是非里面去了，跟着一起造口业了。所以看起来大家都知道不要造口业，真正面对境界的时候啊，能够不捡进去啊，不简单。我们平常都还劝别人别造口业，真正遇到事了，能够立得住啊，不再造新殃啊，确实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我们说财色名利，谁都知道要放下。真正财色名利呀，啊，甚至于是这个一些享乐啊、喝酒啊，种种这些世间的这些欲现前，平常我们能劝人呢，真正遇到的时候，可能提都提不起来。所以我们不能呢，都是在看别人呢。公于论人者，察己必疏啊，还得回来看自己才行啊。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孔子啊，为什么夏莲居老居士都讲到，根本没有闲暇去说别人的过错了。因为在自己身上用功夫，都觉得这个，尤其师父讲的这16个字，没有少，可能还增加，那哪还有时间去看别人的过，讲别人的闲话呢？哦，所以真的口业要止住啊，不然我们不止一天过一天浪费掉了，还造了很多新殃啊。那比方我们讲话要多肯定鼓励啊，少挑毛病。因为现在啊，成就一件事不容易啊，这个也是客观的因缘。为什么？我们都不是从小学的，内有烦恼，外又有那么多境界诱惑啊，肯来发心为大众很可贵了，我们不能要求太多啊，太苛刻啊，啊，这样有可能啊，把人家的善心啊，都给打击了，啊，他有不足，我们包容，他好的部分肯定，慢慢的把人的潜力给激发出来。结果我们动不动就挑这个毛病挑那个毛病啊，甚至于是不是我们管的事情，不是我们管的因缘啊，人家一提到我们就批评那个事，批评那个因缘，让人家也对这个事情失去信心，这个口业都造得很大啊。所以了凡四训为什么说善事常易败，善人常得谤，现在真的事情不容易啊！真正厚道的话，都是多肯定，多鼓励啊，少批评。哦，所以这个要真的能够啊，不造，我们不要说生口业了，就不要造这个口业，都要下非常非常大的功夫。而我们讲话都要是真诚清净，我们心里面都
把人家的过失放在心上，不清净了，一讲话就是借题发挥，发牢骚啊，发脾气啊，对自己没好处，对听的人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事实上，我们是不是真的很够道义啊，很有情义啊？假如我们身边的同参道友都被我们给污染了，那我们是算有情义有道义吗？所以讲话呢要理智啊，清净平等觉理智啊，这个话讲下去对自己对别人没好处，不能讲啊。往往都是自己看哪个人哪件事不认可了，然后就站在自己的角度就开始批评那个人，开始批评那件事了，讲的话也都不是心平气和，也不客观了，那把信任你的人通通拉进是非里面去，不能干这个事啊！而且我们做的是又是佛门的事，又是大众的事，你是非一产生，对于团体的人杀伤力大，谁也不愿意卷入是非。再来，对于刚接触的人，他被我们吓坏了，哎呀，佛门不是清净的吗？怎么也有是非啊？哎，怎么这是非还不比世间少啊？那我们这个口业就变成破坏佛法的形象。所以真的能守住口业，那往生可能这个一半的问题啊就解决的差不多了。所以决定不能逞一时之快去讲话，而且纵使别人真的错，我们也要于诸众生示弱自己。他纵使现在错得很离谱，他还有佛性啊，怎么知道他不会猛然醒悟呢？怎么知道他不会临终念佛呢？所以决定啊，礼敬每一个人，心里面效法无量寿经，于诸众生示弱自己，还是站在怎么让他能够醒过来，能够回头的一个考虑，去怎么去做，怎么去说，而不是非得逼得他没路可走。其实这种处理方法铁定了又造成对方要报复了，所以为什么说绝交不出恶言，连不跟这个人交往了，决定善始善终，决定不跟他起冲突，也不去骂他，你一骂他了没完没了了，所以常理举要这个绝交不出恶言呢，讲得太有道理了，上一句是家丑不可外扬，我们现在好像要争个对错了，把我们团体里面的事情去到处讲，好像要争个支持你的选票，站在你这边，这太愚痴了。家丑不可外扬啊！你看一传出去的，这个接触佛法还不是很深的人，刚接触的人怎么看呢？不就变成看笑话了吗？但是我们这个口业一出去啊，几秒钟啊，但是很可能破坏佛门形象啊，几秒钟可能结的都是阿鼻地狱的业啊，就不说什么能不能往生了，
那个造的我们都是三恶道的时候，那就麻烦了。所以能不卷入是非啊，还是要受持老祖宗教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我们先不去批判他错，这一件事我们有没有值得反省？假如我们先做到什么，可能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了。还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自己真的有错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这样一直批判我们吗？我们也希望别人能包容我们，能给我们一个改过的机会啊。所以老祖宗留的这些啊，真的都是做人处事啊，时时不能忘掉的教诲啊，时时要能提起来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好，以这一些可以考虑到的这些心得供养大家。假如有不妥当的地方，还请大家批评指正。阿弥陀佛。